告诉李世民速速放人，否则我今日踏平这皇宫。希望今晚能一切顺利，兄弟们都在呢，来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。哦，是82年的牛栏山哦。这是在做什么呢？糟糕，是李君仙。秦淮道，你为何会出现在公主殿外？你旁边这位是何人？何人在殿外喧哗？这是谁在屋里？我没有安排人顶包啊。臣李君仙拜见安定公主。原来是李护卫，你深夜前来所谓何事？回公主，陛下让臣来看望公主，今日暴雨连连，陛下很担忧公主的筋体。你去回禀皇兄，本公主身体很好，不劳皇兄挂念，本公主累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没什么事了，秦将军去忙吧，我也回去复命了。末将程楚墨参见夏王。什么夏王？你又是何人？夏王不记得我了吗？夏王，千万不可进入长安城，这里面可是有重军把守，若想平安把人带走，还请在城门外一个隐秘的地方等候，若是被人发现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至于你想知道的一切，王妃日后会告诉你。王妃，末将就送你到这里，这是我亲夫进出皇宫的马车，守卫不会阻拦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，记住一定要好好保重。两位将军的恩情，玉儿莫齿难忘，日后定当舍命相报。总算是成功了。你们是谁？秦淮道，我等奉命前来拿你，莫要抵抗做无谓的牺牲。那我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陛下亲笔御封前牛为白府长，我爹是一国公秦琼，你们奉的谁的命竟敢如此大胆？天朝府上将之命，拿下。什么？原来陛下早就知道了。终于来了，快准备开城门。住手。玄甲军他们怎么来了？安定公主，陛下有令，请您回宫。怎么还不出来？时间已经到了啊。夫君。玉儿，快开城门。夏王快走，事情败露了。我绝不可能走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带走玉儿。速速开城门，否则我拆了他。李君仙，还请放我出城。陛下有旨，臣不敢违抗，恕末将难以从命。安定公主，不要冲动。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太久。李君仙，你给我听着，现在放我出城，否则我立刻自刎，我若死在这里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束手吧，公主一旦出城，我们这些人都将西瓜落地。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，给我让开。速速带公主回宫，我来挡住他。城楼上的小子，照看好我三个孩子，等我回来。陷阵之阵，有死无生。来者何人？皇宫禁地不可擅入。皇宫中怎么会有大虫？大胆刁民，竟敢手持兵器夜闯朱雀门。玉儿，你可知罪？皇妹与结发夫君相见，这算什么罪？大唐律法中不能与夫君相见吗？倒是皇兄你才是无情无义的帝王。你竟敢说朕无情无义，很好，朕不会轻易成全你的，朕要让你亲眼看着他死。陛下不好了，有人夜闯皇宫。现在已经打进朱雀门了，嚷嚷着让陛下放了他夫人。李君仙，速速调动御林军牵牛卫，给朕拿下此贼。我不想杀人，让李二放了我夫人，我就此离去，绝不搅扰皇宫清明。皇命难违，玄甲军听令，把他拿下。既然你们苦苦相逼，那就休怪我了。我尼玛，这是什么玩意哦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夏王吗？告诉李世民速速放人，
否则我今日踏平这皇宫